位同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115节。又以灶火烧香，秽柴作食，夜起裸露，罢戒行刑。那么这个都是说明对于天地鬼神的实践。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在比较落后的地区还是用灶，但是用灶火烧香呢，可能已经很少见了。那么这个在过去有这个情形，但是也不太多。秽柴作食，就是不干净的燃料，从前燃料用柴火，柴火也要干净，无论做什么呢，都要存一个净，是存尘存净。它真正的原因都是帮助我们明心见性的，这个才是主要的原因。可是性德第一条啊，就是恭敬啊，沉静。普贤菩萨十愿，第一愿就礼敬诸佛，那么这些全都在礼敬诸佛范围之内啊。因为那个诸佛不但是这个过去现在佛了啊，未来佛是这一切有情众生的，无情众生也包括在其中，所以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要以平等的礼敬、真诚的礼敬、清净的礼敬，这个性德才能透得出来。对一部分敬，一部分不敬，这个性德不能开显。所以如果诸位要证得化身大士，你一定要学。那么不想出三界，不想出十法界，这个沉浸心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如果真正想脱离十法界，就证得一真法界，这是决定要学的。一定要很认真努力再学。这个注解里面说得很详细，多半都是从前的事情。现在科技进步了，我们用火已经没有不会用这个现在用火柴的机会都比较少，火柴就是相当干净了。注子里头引用注经辑要里面一段话，这段话我念念很好，就是夫因事物理，这个是说一般修学的过程，为什么修行要着重在四相，四相帮助你开悟帮助你明心见性所以一定要借相以道真，用意在此地，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晓得，这不是迷信。所以他底下讲呢，斩两慎用，
这是讲佛菩萨形象。啊，我们供奉佛菩萨形象，啊，用意在哪里？啊，有人来问，你要能够答复得出。啊，供养佛菩萨形象呢，乃香花以供奉啊。啊，香花代表我们自己一点敬意。啊，香与花都要洁净，啊，不能误会，啊，一定要处理得很干净，啊，佛家讲呢很庄严，啊，表示我们的恭敬心。接着又说，佛言如来灭后，啊，这世尊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说若复有人以一花一香啊，这个一花一香是少，量少，啊，以一朵花，以一支香，这讲最少的，用作供养。啊，以一掬水除去不尽，举足一步一柱佛前，一称南无佛，世人若堕三恶道者，无有是处。啊，这是讲礼敬的功德。啊，这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决定不能够疏忽，除去不尽。啊，你看看这样的做法，借着形象来做法，使除自己不清净的心呢，心净则佛土净。那么又肯念佛，一称南无佛，这就是皈依三宝啊。南无是皈依的意思，当然不会堕三恶道。纵然造着三恶道的业因，他没有缘，他现前的缘殊胜，心缘三宝，他不缘三恶道啊。三恶道的业因呢，诸位记住，贪嗔痴慢啊。所以我们自己在平常生活当中，要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啊，珍惜戒禁，啊，清洁清净，要养成这个习惯，啊，这个习惯养成了，果报就是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诸位晓得，恶道污秽呀，啊，我们一般讲肮脏啊，凌乱。啊，这个恶鬼地狱我们没有见到，你看看畜生啊，畜生居住的环境凌乱啊，我们的行为要跟畜生差不多了，那就堕畜生道啊。啊，过分了人恶鬼道地狱道，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不能不谨慎的，啊，香，供佛的香，诸位要记住，一定要好香，啊，那我们过去在台湾，我们晓得有很多
这个做香的这个买卖香的这些店呢，有很多是用啊很脏的东西来做的啊。那么这种香燃烧啊，这个香气现在人讲不卫生的啊，我们呼吸对人体都有伤害，怎么可以拿来供佛呢？啊，为什么一般人要买这种香呢？这香便宜啊。啊，如果是寺庙里头也买这种香，给信徒来供佛菩萨，这个罪过很大了。啊，我们从前在寺庙里头看到啊，啊，出家人买很便宜的香，啊，知道这个里头成分不好，啊，贪图便宜。啊，买好的香，一斤要几千块钱。甚至于现在台湾的时候有几万块钱，啊，一斤的，那是用檀香，啊，用这个兰木，那是好的知了，啊，所以香不必燃很多，一支就够了，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懂得选择的，啊，会柴做食。现在都市里面已经没有了，啊，必须要晓得，烟火是往上升，啊，你这些燃料不干净的，这是不但是对鬼神不恭敬的，对人也不恭敬，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我们燃香是表我们恭敬心的。如果用这些质料非常低劣的啊这些香的时候，反成了我们大不敬啊，不如不烧香啊，这个道理要懂啊，特别是住在现在这个都市。住在公寓的房子里面，现在的公寓越来越小了，人口越来越密集了，我们烧香邻居不欢喜欢，他就会来干涉，尤其现在的房子建筑为了空调的关系，房屋建筑越来越低了，像我们这个房子你看得很矮，个子高的站着伸手就摸到天花板，我们居住这个环境就可以不必烧香，我们有这种真正恭敬心就可以，要注意什么，维持大家的健康，不要让别人起反感，这条很重要啊。事出世间法，你要有能成就，一定要得大众的欢喜心，大众对你尊敬，你的事情容易成就。你所作所为让大众心里起反感厌恶，你就得不到任何人的援助，无论做什么事业都很难有成就。这个道理古今中外一样啊，没有例外的啊。所以古德常讲啊，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这个小注里面有几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听。啊，正人君子，敏则为人，忧则为神。啊，为是什么呢？怕别人指责。我们做错了事情，别人指责我们了。现在讲是舆论啊，所以他不敢做错事，做错事怕别人指责他了啊，这是明的啊。暗中没有人见到，鬼神指责他了。人能够相信这些道理，相信这些事实，无论在明处在暗处，决定不敢起一个恶念，决定不敢为非作歹。现在有不少年轻人说这是迷信啊，说这是过去人用这些东西来诱惑别人，诱惑人啊，让人不敢为非作歹啊，是一种手段，不是事实啊。说这个是迷信，中国人外国人迷信了几千年几万年，现在这个时代人聪明，他不迷信了。一个学蛇，一个修学的方法能够传千百年，假如他没有真实的理论与事实来支持他，早就被人淘汰掉了。他能够延续这么长的历史啊，几千年当中就没有聪明人啊，你比他们聪明啊，这个话我很难相信啊。啊，经过历史的证验啊，天地鬼神这些事情，虽然现在人都说它是迷信，可是我们在报章杂志上资讯上常常有传闻。那最近我们从悟行司送来一个讯息啊，从美国报纸上传来的啊，一个一岁的女孩能够讲古老的印第安的图画，这怎么解释呢？啊，没有学过的，不但没有学过，他才一岁耶，现在说话还说不清楚啊，怎么可能说一口古老的印第安的语言啊？这个语言现在已经很少人懂啊，那报纸上登的我们看到了，全美国能够懂这个语言的只有十几个人他前身呢是美国土著转世过来的呀。
足以证明人有前生有后世，说明要轮回是事实。许许多多科学家现在在探讨，希望能把这个事情证实。这些年当中，他们所努力在做，也有一些成效了。在美国书店这一类的书很多，常常可以看到啊，真有啊。所以在明处暗处啊，不但不能做不善的事，不善的念头都不可以起。我们起心动念，自己以为别人不知道，天地鬼神知道。这些道理实在讲也不难懂，起心动念呢都有形象啊，你心里想什么事，你想它就有相，这个相凡夫看不到，鬼神看得到。真正有修行人在定中看得到，功夫高的得清净心，所谓行住坐卧都在定中，这些人你不能瞒他，你起心动念现的相的时候，他通通看见，通通明了。这就是说高维次空间的人能够看到低维次的，看得很清楚。这个起心动念呢，一切行为哪里能够瞒人呢？果报说实在话不是天地鬼神主宰的，佛经里头没这个说法，果报是你感召的，善因呢一定得善果，恶因决定有恶报。幕后说了一句，这个业气裸露，大概在现在也很少。你看现在人这个夜晚睡觉也都是穿着很讲究的睡衣，都是不敬对什么，对鬼神的不敬夜晚虽然没别人看到，要知道鬼神跟我们是杂居的确实是住在一起的。八戒行行，这个八戒注解上有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这八个节日这八个节日道教里面所讲的，这是由诸天天神到这个人间来巡查了，来巡视所以在这几天当中说，一定要以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纵然是死囚，也不应该在这个时候行刑可以把行刑的
时间延后，啊，这是慈悲心呐。啊，换一句话说，天地鬼神降临巡视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在他的面前，信心，这个是很不礼貌的一种事情。啊，就比如说，我们有贵宾啊、贵客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啊，我们在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啊，惩罚一些人，你说这个多难看啊，这个不好，不是好事情，啊，决定延后，让他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现象一片祥和。啊，大家都欢喜，啊，我们要以这种好的景象，也是供养天地鬼神，啊，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啊，这个处理死囚犯，啊，当然，更不可以在这个时候造作一些恶业。好，这一段我们就说到此地。